军队大半年，最想念剧组的是什么？剧组的一切，小伙伴们啊，然后我的服装啊，全都很想念。天再次穿上这套衣服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？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了，感觉好像从来没分开过。还记得穿这件衣服拍的哪些戏吗？记得非常清楚，有一场戏是情绪大起大落的，就是我先不剧透了啊，你们到时候记得来剧里看。听说你给大家推荐了炸蚂蚱，你还有跟长相思小伙伴们分享过其他什么猎奇美食吗？其他的猎奇美食啊，我暂时还没有发觉到，等我再找找看然后告诉你。直播表哥说他有很多被夹在你和小妖之间的镜头，网友秀了一些图，这技术你给几分？网友真的很厉害，我真的是好像看不出来这是 P 的。所以我拍的时候苍玄是不在旁边的吗？给他们答案满分吧， P 的很不错。每一张都满分吗？每一张都满分。再见面感觉大家都有什么变化？没啥变化，那个杨子老师瘦了，瘦的太瘦了，就眼睛拿着啊，好瘦现在。然后其他人那个苍玄胖了，然后涂山璟真的没啥变化，一模一样。然后风龙也是没啥变化，也都风龙也瘦了。我今天看到风龙说，哎，你也瘦了，我都瘦了。对，我哥现在已经黑脸了。我赞同谭健次说的话。好，下一位。我也赞同谭哥说的话。收工啦，辛苦了，拜拜拜拜。